男朋友搁少点吧，油锅锅的味道才要不然。这是一个罗汉果，两个，在我闺女那里的。秋梨膏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。现在是把它敲碎，然后掰开。那咱没有小点的，只有大点的。碎，然后去核切碎，用来也是加进去的。咱现在差不多了，准备的，然后咱把梨都倒在这个锅里。这个盆还怪沉嘞，梨水已经出来了，还没开始熬呢。这个盆太沉了，垮了。这个是罗汉果、甘草，这是川贝，重要的是大红枣，然后这不是我切的，这是我搅的。冰糖，好了，咱现在生火去熬。炒成枣红色。这个水再浓。颜色怎么得啊？我试啊。好。